收工。嗯。收工吧，收工吧，哎呦，啊，拍不了了，拍不了了。我以为是哪个女生，你看我们都开心了呀。导演，我也拍不了了，给我吓到了，我吓到了。对，如果来学校背景。如果是这个车是可以坐前面的，这里你坐屁股很难受，就是坐前面的。这是给陆思阳的位置，对，看广告的时候，上去，对，最后一座。啊！好。